当一个 YouTuber， 还是 YouTuber？ 然后大家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约炮二人组。没有没有，最近只有陈绮璐约到炮。只要水不要淹过腰部的话，应该过得去啊，过得去，还好啦。那因为最近啊，人人都想当 YouTuber， 其实我们没有很想。我旁边这个要也是可以的，年薪大概150到200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如果各位那种单身的女性友人，对那种，它的好处就是啊，我会省着它。当工程师钱很多，但是他常常不在家，因为都在工作。然后啊，工程师因为工作的压力大，所以通常都不长寿。如果嫁这种啊，其实很快就可以拿到一笔相当的抚恤金。嘿，赡养费。来吧，我都把钱留给你了。他都把钱放在那里了，准备好的就可以报名了。然后荧幕下面有那个他的 LINE 啊， LINE ID 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走。这边刚好是转弯处，所以水流会比较急。口就在身后的地方。今天应该还是要用永渡的方式才有办法进去。你在下面过得好吗？还不错，还有一层要爬。好，那接下来就看绮璐了，她要准备富鲁士攀登了。用富鲁士攀登，然后沿着这条主绳爬上来。现在的时间，看一下啊。他已经打好绳结了，我们来帮他计时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他到底多久才会爬上来。飞，这边都不用下管了啊。评测一看就可以看到底。让大家看一下这边下面。这个瀑布有漂亮吗？还好耶，还好，果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
都瞬间看到了。觉得这里很危险吗？还好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既然是一个要从事户外活动的人，要一个受苦保护，评估风险的能力，不要每次就是那种受苦的感觉，好像妈的一定要比基尼，然后看到女人就叫人家脱比基尼，不是我，哦，对，我很喜欢，对，我觉得不要不行，就不管正面，对啊，不是不转正面，就有的转正面不好看、啊。嗯，就像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，也是，他就是都拍那个女生的背影，然后在户外啊。后来我是研究过为什么他们都会这样拍照，因为转过来不方便。哦。嗯，那找我们过去、啊。可能是转过来是惊为天人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